巴生港口临近的海南村是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渔村，但随着人口劳动力的需求，也有大批原住民住在临近社区。为了照顾他们的健康，当地政府诊所与慈济合作举办社区健康检查。我们的护士也是有会做一些 home visit， 然后家访了过后就发现，其实他们的环境啊都是很不理想，然后饮食方面也是吃到很不营养，就是想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camp 的沙滩，一个就是一个管道，这样子可以传达一些正确的资讯给这边的原住民。他是三百吗？像什么方法啦？Bagi saya lah, kalau macam kena swasta lah.Banyak mahal juga lah bagi saya lah kan. Saya pun pendapatan saya pun bukannya banyak sangat kan. Bila kita tengok cek apa yang ada kita sakit kan. Seronok lah. Semua orang tak suka sakit. Kalau sakit, sini sakit, situ sakit, darah kerja, darah wang, mau makan apa, betul?除了健康检查，现场也举办讲座，希望居民能够注重营养的均衡，降低糖分与盐分的摄取，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病率。KK 他们可以提供医疗服务，那我们可能可以增加的就是可能他们的那个健康生活方面哦，提高他们的意识。志工在后疫情时期积极重返社区，与政府医疗机构联手，共同守护弱势族群的健康。大爱新闻刘海伦、徐宝玲、戴慧达，马来西亚报道。